家好，今天是我一个朋友的生日，那么我要去吃 steamboat 吃火锅，我们现在出发。我到了，我的朋友终于到了，只有我和我几个朋友到了。Hello， 他们害羞。Hello，Hello。我终于坐下了，但是我们的主角还没有来，现在只有我和我几个朋友罢了，我们还在等待其他人的到来。终于有几个人到了，主角到了，就这样，他们有 camera， 生日快乐。Hello， 太亲。又，Hello， Excuse me， 第一个，第一个吧。开火了，在拿食物了，哪一个好吃哦？嗨，Elaine，Hello， 开餐了，满桌丰富啊，这就是开餐的一个菜鸟。好专业，好好吃啊！看前面像在打仗这样哦，熟了。那我觉得还是等一下比较好。来，等一下比较好。全部还在打仗中。这是我失败的作品。我们的厨师，没不熟啊。但是煮的没炸鸡，真渣。太棒！我先在准备给你们什么？嗨！有阴谋，有阴谋。你吃饱了啊？你要挑战？好，我们来挑战。来，我们来比赛，谁看谁最快吃完这个啊？哇！切！米子尴尬。前面人吃饱了。自拍节目。Oh my！美丽的风扇。无奈，无奈，我
这是什么情况？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哇，蛋糕啊！是啊。来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其实呢，我觉得我跟他们真的很丢脸，很火水哦。尤其是那个引发秋，一直没到乱喊乱骂。来，谁是引发秋？我从那个阿秋那里就听到他的声音了。我看这里拍一下引发秋特写。蛋糕很好玩。引发秋。拜，让快走，拜。我们今天吃了那么贵，拜拜。讲拜拜哦，平安，生日快乐。拜拜。拜拜。我要回了。我已经回到家了，那么今天也算是一个完美的一天。那么我想再次对颖儿说生日快乐，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。那么今天也该结束了，那么谢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给个赞和谢出去。如果你还想要我继续拍这种影片的话，就在 comment section 那边跟我讲。那么假如你还没有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的话，就赶快按那个 subscribe button 啦。记得看我的 previous video，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